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澳门的音乐创作人兼制作人潘君宝。首先很多谢 Marka 找我去拍摄这一条片，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到我们澳门的音乐人。其实我是在这个澳洲和西班牙求学回来的啦，毕业之后就回到来澳门就全职发展这个音乐的事业。其实我由2007年到现在呢，都大概已经累积了有200多首作品的啦。所以呢都很多谢 Marka 这个机构呢帮我们呢来到去管理我们的版权。我呢就可以去很专心地去创作我的作品，继而收到更加多的版税。大大话话，其实我已经做了Marka 的会员成10年的啦。所以呢在过去那2年都很荣幸啦，得到 Marka 的邀请啦，就去为他们的音乐创作大师班呢去担任导师，透过分享我的音乐的经验啦，同埋一啲嘅教学理论啦，咁样呢就去帮到年轻一代嘅音乐人呢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成长机遇。嚟緊我会创作更加多嘅作品嘅，咁希望各位呢都可以留意到我哋澳门呢其实有好好嘅原创音乐。咁啊，澳门嘅音乐人加油。